前阵子到意大利去，发现随手可得的冰淇淋，那时候我就开始思考，这个冰淇淋可以怎样子跟我们的烘焙文化去做一个结合。所以回来的时候开始有在做这样的一个测试，那又加上这一次的这个活动，更让我对冰品跟面包的结合是觉得有新颖的一个想法。其实天然奶油跟人造奶油，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同属性的一个奶油。我会选择纽西兰的这个奶油，是因为在纽西兰的这些牛只，他们放牧的环境都是很好的，所以可以产出非常好的纯净的这个牛奶。那制造出来的这个奶油，自然就是可以带给我们安心的这个概念，这个议题这样子。